就选择调整透明度20，这样子很淡淡的上一层，啊，甚至我可以调整它的颜色，调整颜色，调整一下颜色，我一样选择这图层到我的 layer 有个 solid setting， solid setting 是去换置换我的颜色，是吧？我就找个适当的颜色，看起来好，我看起来还是白色的，用块白这样最好。好，假设这就是我要的，你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个最基本衬底衬在下面的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可如果要让它更丰富一些，我是不是可以让它衬底带一些动作？什么带一些动作呢？一样嘛，我们一样让衬底最后出现是跟我字的出现在同一个时间点，我就到我字的这个 keyframe 这边两秒钟这里，好，我一样，我这边就选择我的 position shift and P。把 position 叫出来，然后这边按一下 keyframe， 按一下 keyframe， 然后到头这里来，我让它在头的时候是在下面的，好，然后它再跑出来嘛，你来看，你看它出来之后，哎，这样就一直跑出来，好，可是你会觉得这样觉得有点怪，有没有？如果这样看见，哎，再慢慢起来，有点。怪的话，那你是不是可以这样？我就换方式，我让它字要出来的时候，字快出来，它才跟着跑出来，我就这样跳出来，而且速度更快。它搞不好在一秒钟的时候，它整个就跑上来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做一下调整？好，哎，这样好像还不错，甚至我可以这样。在我第二个 keyframe 这边按右键，选择我 keyframe assistant， 让它 easy easy in， 有没有？由快而慢，推进来看会怎样？哎，这样好像还不错哦。甚至我可以这样，它要上，我可以让它更快一点，再这样，啊，当然要，嘿，好，这样。好，我甚至我这样有点快哦，我搞不好用这样，哎呀，干脆就是我让它整个移到这里来，一样一开始就会出现，只是它好，我的尾巴就到这里，它有的时候再出现，快一秒钟就跑完，哎嘛，刚好我的衬底跑上来，字也正在跑，不断有行进间的感觉，这看起来就一整个自然许多。啊，一整就自然许多了嘛。哎，好，这就最基本的 ID 的动画，加上字体动画，再加一个小衬底，这就是一个基本款 Loser。其实这样就可以完成喽，这样就可以完成喽。好，然后通常的话，我们会带，会可能把，如果这已经是自视化的，我甚至可以把它输出出去成一个带透明图层的。MOV 档就可以直接套到我剪辑软体，好，这边怎么用？我可以这样子，好，先把我的这个测试用的影片先关掉，哦，啊，把音乐关掉。你看一下，我开启透明档，透明图的，我开启到透明图的，你看，这基本上这才是真正它会有的，好，好带透明图层，好，然后我要怎么弄呢？我这时候就 fire。啊，记得我刚才又没有存档，记得，不管怎样都一样先存档，好吧？然后我在这一天的我这个专案，我会选先，好，我选好 ，Snow ID Plus 应该是多的说明的，好，好，这时候先存档存起来，好，然后。Composition， 好 ，Add to Render Queue， 然后你们的电脑上可能 PC 上面它的 Default 应该是 AVI， 好，啊，我们要变成 MLB 哦，我们就到 Output Module 这里点一下 ，Loser 点一下，好，然后你看哦，把你这个 AVI 转成 QuickTime， 转成 QuickTime， 然后跟平常输出比较不一样是这个 Channel 的部分。啊，你要选择 RGB 加 Alpha， RGB 加 Alpha， 好，
它才会带透明图层图档，透明的 Alpha 档。好，然后 Format Option 这边就选动画，你们应该动画就 Animation。好，好，就按 OK， 按 OK， 好，然后 Output 出去。好，这就是带透明的 Alpha 档的 MOV 影片。好，我来看哈，我直接到这 render 520 render， 好，一样就直接用这个 snow loss 单滴啊，我用一个RGBA 好 ，RGBA 好，表示它是带 alpha 档的影片，好，这时候按 save， 好，好，再按 render， 好，这样就出来了。这时候你来看你的档案里面，这个520学生课堂实作520 render， 啊，这边多一个这个 RGBA 啊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，我们可以来测试看它效果怎样啊，你可以看，我就再 import 一个影片档。随便 import 一个影片档，然后好一样到我这里面来 import 进来，好，我用 icon 方式来看，随便，好，看这个好太空人的，好，我把 import 进来，好 import 进来，好，那我一样，我先把我懒得弄，我直接到我刚才的。Snow Rose 这里，好，我把所有刚才的东西都先关掉，都没有哈，然后就把这个太空档案先弄进来，好，它就是背景了，对，它这样是背景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影片档，好，假设这就当做你平常在做的那个剪接的软体，好，然后影片。进来之后，我直接 footage， 我再 import 进来，我刚才 render 那个档案，好，我看一下在哪哦。好，课堂实作2020 render 这个 snow loss RGBA， 好，然后我 import 进 footage 啊，这我们不用 create composition， 好 ，import 进来，好 open。啊，你看哦，直接这边出现一个副提取了，好，直接在这拉过来看，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很方便？就直接拉来看就好，有没有？你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那再就交给你们喽。